喝碗凉茶，来碗茶，来碗茶，哎，这凉茶可去暑了，哎，再给我灌一葫芦，哎，灌一葫芦，哎，好茶呀，是吧？哎，把葫芦给我，葫芦给我，哎呦，你这么着急呀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怎么那么着急呢？我还要赶路啊。 虽然你是冤枉的，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呐。哎，黄的哈，哎，拿好，拿好，拿好，是我的，谢了，谢了，谢谢施主啊。哎呀，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。 有这么一根糖，能年年芽，就将就了。你给我钱呢？啊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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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个嘛算你施舍的。哎，现在我再买五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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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买这么多糖啊！啊，我要有钱了，快！啊，我都要买光了。快快快快快快！哎，拿好。哎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嗯。哎，啊。 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慢走啊，慢走啊！和尚爷爷慢走，走走走。嘿嘿嘿，要不要？要。嗯，谢谢和尚爷爷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阿毛，你叫什么？哎，我的名字啊，你可记不住，说起来长嘞。不可能。 我娘说，我3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。好好好，那你听着啊，叫刀下留人。这太容易了，刀下留神。哎，刀下留人。刀下留人。哎，你想不想吃糖？想。哎，好，记住了，叫一声就有糖吃啊。好。叫一声，刀下留人。哎，对，就这样，走，跟我走，来。
在这里敬你一敬，情缘仇怨，你我只有来世再续了。前程不远，黄泉路尽，圣人明教就此别了。三娘，三娘，小生对不起你，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赎罪吧。想不到这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啊。哎呀，读书人斯文扫地哦。哎，年轻真的怪可惜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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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县太爷们不是骑马就是坐轿，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、啊、老爷我一身清廉、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嘛，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、不过嘛，囚犯坐那个车，你也坐这个车，你就不怕犯忌呀、啊、哎，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、就不会坐那个车，要不然呢，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、说得有理，不过嘛，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，你老爷也要留神哦。走走走，我们去送去送去送。哎呀，不该死的看头鬼呀、今天有人要送你的不敢来呀，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。喝了我这碗酒，阎王也不敢把你留。小生万不会饮酒，最好劳师傅破费呀、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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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哎、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。不、喝啊，你喝，你喝了，你该让他喝了。你慢着慢着慢着，慢喝慢，慢着慢着慢，慢慢来。哎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呦，如何？嗯，好。哎呀，老爷，我这个酒厉害呀！你知道这个酒，把碗给我呀！啊，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。好。放心去吧，放心去吧。来，过来过来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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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是杀人。所以杀人就是看到要杀人了。哎呀，王六啊，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。你看大家都去看杀头了。都去看杀头？可不是啊，不会有人买了。这样我和尚买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都给我，哎，好，都给我，都给我，哎，都给我，哎，给你钱，哎，好，哎，棒钱，棒钱，棒钱，哎，拿来，拿来 ，OK， 哎，给我，哎，好，拿钱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哎，哎，和尚，我的糖果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不要吃糖，跟我走，不要吃糖。
等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！哎，我的糖瓜！哎呦，阿六，慢点啊！哎，我的糖瓜，我的糖瓜！快走！哎，往后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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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急，别急，别急了，别急了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！别了呀！都别急，都别急！往后退！往后靠，往后靠！往后退！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往后退！天哪！开大问斩！刀下留神！哎，你醉了啊？醉了！你疯了！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？老爷，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，那和尚叫他留神。是刚才那和尚？听我好，听我好！哎，我听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，再叫！刀下留人，这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吧？啊，哎，还想不想吃？想。你们看，老爷那个桌上啊，那个天童里头。就有糖呢，快吃！快吃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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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！哎哎哎！快走！快下去！走！下去！走！你们都给我下去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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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搞什么鬼？见鬼去吧！开刀问斩！开刀问斩！快醒醒！起来呀、啊！张白头，在，怎么回事？是那个和尚在捣乱。我的车，那是我的车，我的车呀、啊！追呀、啊！我的车，站住！我的堂官，站住！转圈子啊！
要管我了，快回家去吧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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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老爷，你看，这不正是您的车吗？果然在这儿啊！走，走，走，快追！走走。娘娘，不要紧不要紧，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，我儿媳妇也经常这样啊。你放肆大胆，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。锁了。这，哎呀，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？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，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。你要杀那个书呆子，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赔眼泪伤心，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？你大道回府，走走走走走。戴风和尚，戴风和尚，都大胆和尚，何处出家？叫什么名字？贫僧出家黄莲寺，法名叫刀下留人。听着，刀下留人。有叫这个名字的吗？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。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，杀戒莫开，刀下要留神啊，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，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，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。老爷，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，不打他怎么能老实的？好啊，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，戏弄本县，给我按倒，打50大板。哎呀，老爷啊，法场上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实在是要打吗？少打点行不行啊？不行。50、20、40、25、35、28、30。哦，好，成交了。嗨，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。大老爷，替小人做主啊！替小人做主啊！大老爷，替小人做主啊！替小人做主啊！你是何人？告什么状？我是卖糖的王六，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。哪个和尚？啊，是哪个和尚？大老爷，就是他。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。王六啊，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！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？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？我的铅筒呢？铅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？老爷，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？还告我吗？大老爷，我不告了，我不告了。你看看。大老爷，你看看，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，历代逃家。老爷啊，你可要留神呐！老爷，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！不打了，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！怎么可以不打呢？明明说好了打30大板嘛，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？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？走出去！你可不能，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！出去！疯和尚，走！出去！怎么可以这样？哎呀，你们真……出去！出去！是啊，这苦主为什么不恨他呢？张馒头，阿才，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，为什么不恨他，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？大人，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，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获，
岂会有错？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。哎，大人，此案已断，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。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。青天大老爷，阴天大老爷，何人在济公？青天大老爷，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？青天大老爷，阴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，阴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，阴天大老爷。青天大老爷，别说了，你这个疯和尚，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，什么阴天大老爷，你胡乱叫些什么呀？他要是明白，他就是青天大老爷，老爷要是糊涂啊，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。带进去，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又是你，你又在击鼓啊？回大人话，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。结账？你和我结什么账啊？哎，咱们说好了，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，怎么又不打了呢？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。哎呀哎呀，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，这30大板不了结呀，我睡不着觉啊。哦吼。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，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。哎，对呀，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。我在想啊，这屁股打错了吗？哎，顶多是白疼几天。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，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？所以呀，我这特地来向大人请教。这是什么话？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，莫非另有话说？请问长老，您究竟是谁啊？下去吧。是。请问大师父法号？贫僧道济。哦，您就是济公长老啊。哎呀，本县失敬、不必客气，失敬了。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哎呀哎呀，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、杀戒要慎开，刀下要留神呐、哦，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？心如明镜。这既是明镜，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？没有啊。怎么没有？你看你，你看那个，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，一切并不难明察。哦，请看。谁呀？
三娘，我帮你挑，来。还是我来吧。小生多年独居，空负春花秋月，近日捧读诗书，感慨姻缘难寻。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，人老实，只是阿嬷顽皮，家境贫寒，怕连累相公。不不不，若得三娘垂青，贫贱也甘如饴糖。苏相公，阿毛真是个乖孩子。哎呀，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，我给你缝上几针吧。来，不不不，那就多谢三娘了。今天风清月明，我们何不不不，这不行。三娘，韶华易逝，红颜易老，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。三娘，相公，这不行啊。圣贤之训都忘了。荒唐，真是荒唐。一件衣服，明天怎么好见人呢？也罢，少不得再走一趟，向三娘讨回布片，再向三娘赔个不是。三娘，走。苏大进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哼，你干了什么？你干了什么？我，三娘，出来！这是什么？三娘，他干了什么？你怎么这时候来了？这是什么？哼，人证物证俱在。
带走。哎呀，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苏相公，啊，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，大人未唤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没事。啊，夜障目不见泰山，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呀。刀柄在手，更要留神，稍有不慎，就添莫大孽债。告辞了。哎，长老下榻何处？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。大人早些歇息吧，明天还安排法场呢。不，明天不杀苏大进了。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。老爷您不必多言，下去吧。是。担待了啊，今天在这里挂单。莫见怪啊。过来，这里好玩，过来慢慢走啊，慢慢走，哎，一步一步走，哎嘿，哟吼，哦，啊，好玩吧？真是有人给我们寻开心嘞，嘿嘿，还给他吧。法师，看来此案确有蹊跷，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。你慢慢往下看吧，好戏啊还在后头呢。哦，张白头啊，你的头怎么了？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。哎呀，班头老爷啊，我倒下留人劝你，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。请。刀下留神呐！哎，你这骨头太大了，你看这一刀下去啊，你看这块肉怎么吃不着什么肉了呀？哎，真是哎。哎，拿着吧。那。谢谢啊，好走啊。方大人在呀。
哎呀，是大事、啊、哎呀，贫僧好想你哟、啊、请请请请坐。你在想什么呢？哎，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。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、啊、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、哎、只是这证据嘛，一时间还难以寻找、哎、那不必太急，善恶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啊，时候一到啊，一切自会明了。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，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？嘿嘿，活佛有所不知啊，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，我是闭门思过，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，一心办公事啦。好啊，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，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。哦，哎，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，一是与我共事化缘，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。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。哦，果真如此。嗯，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。哎，走走走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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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哎，老爷啊，前面就是小庙了啊，慢慢走啊。哎，慢慢走，慢。哎呦，哎，哎呀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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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让你当心吧，快快快快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哎呦，慢慢，哎哎，哎呀，你看看啊，哎呦，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，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当心啊，大事请前行，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大老爷，请进，好好好。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？哎，有煞气嘛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哎，嗯，还有人呐？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，有一个位子啊，就有他一份儿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和尚爷爷，我渴死了。啊，啊好好好，喝水喝水，来来来来，我这有水，哎，给你准备好了。啊，阿猫，在这儿呀，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，把我都急死了。李三娘，你看这位是谁呀？啊，大老爷，您不在。哎，免免免免免免免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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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，来来来，一起坐坐坐坐坐，哎。阿猫，哎，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，你呀，今天就给我多喝水，嘿，啊，坐坐坐坐，哎。怎么还有一个人吗？对呀，这位客人呢，他是不请自来，马上就到。冯和尚，哎呦，坏了我的事，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。大侠留神，大侠留神，大侠留神，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。哎，大胆。啊，老爷，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。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啊！刀下留神，刀下留神！阿猫哥，你哎，哎，哎，哎呀，这你，这只也给你，哪里逃？站住！哎，张白头，你自有好前程，何必如此呢？方大老爷。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，那小娘子是大爷我。是你？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，感谢大人
对我一向信任有加。要不是那风和尚捣乱，这案子我早就结了。果真如此？啊，老爷，民妇有苦难言呐。我若说了，母子性命难保，阿毛可是离散的一条根呐。我和你拼了！哎，去你的！哎呦，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？哼，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。哎，本县真是瞎了眼呐！方大人呐，啊，果真心如明镜了吧？老爷，今日可怪不得我了。你啊！方大老爷，平日小的伺候您，唯恐不周啊，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。今天你先伺候张大老爷。嗯，倒茶。今日平生最得意喽！哎呀，这孩子尿啊，实在憋不住了！啊，爷，你往哪里逃？啊！啊！好大胆！我叫你刀下留人！哎呦，你看看老爷啊，悬不悬呐？啊，你看看悬不悬呐？啊！哎呀，嘿嘿，真是要留点神呐！嘿嘿，这才是真犯呐！走！嘿嘿。应该让他上那辆车。阿毛，走吧，真相大白啦！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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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